是关系，不曾想再近的关系也需要距离。你自觉是好心，没料到他们推开后欢迎一起。你开心的分享，不知道你的快乐似乎不值一提。你善意的提醒，才知道他们进退不需要被提醒。什么是关系？什么是感情？难道这就是道理？别多事，别多心，什么也不是，为什么自讨没趣，为什么还不肯清醒，不过是他像消遣时的玩伴，不过是偶尔被需要的走道。